佛堂内不见宾客满座，只有慈济人浴佛。疫情之下的礼节，相约云端见面。日本分会今年的浴佛人士在线上，而且是用直播的方式进行，挑战比非常多，可能有好几段的影片呢都要事先录制好，那都发动了许多志工啊、真善美啊，还有音控啊、活动啊，就是每个组都要非常的和和和谐的在一起互动。第二次主持浴佛的景田龙成首度独挑大梁，要切换画面或是要换音乐，那些大家都会给我 pass， 所以才会进行得很顺利。一化世代的年轻人融入传统活动方式，佛诞节道气依旧。那我最高兴的就是说这次有很多新生代出来，包括音控还有活动，还有我们的司仪都有走向年轻化。疫情瞬息万变，日本慈济志工守护正念，诚心祈三愿，善的行动持续向前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和村吉美、陈文思、李淑娟日本报道。